我叫徐哥，唐代礼乐复原组的发起人和组长，从小就受父母的影响，听了很多传统戏曲的音乐，通过对比就感觉到真正的传统音乐今天走向一种式微，而恰恰受我们影响最深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，再把他们自己最传统的日本音乐和韩国音乐在努力地向国际输出。琵琶、十三弦和竖箜篌在唐代礼乐乐队的弦乐声部里是必须的三类乐器，如今最难以找到的就是竖箜篌。让我们有请箜篌复原制作第一人黄一奇老师。当时箜篌也不懂，也不知道去哪儿找，也没有的卖。我在网上找那个资料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箜篌匠的一个老师，太好了，原来中国有人在做箜篌这个乐器。然后我知道他是叫黄一奇老师，在广州现在。我是王伟奇，来自中国香港，我今年是80岁。你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件乐器是跟竖琴一样的，那件叫箜篌嘛。出土箜篌是新疆的特产，大概离现在就是2700年前。他出土拿上来的时候，这件乐器的时候原本全部已经变成灰了。新疆富裕博物馆的时候来讲，他是很想将这件乐器重新制作。于是的时候，我走上了这个福建这个古这个新疆箜篌。最近点啊？最近点都做紧乐琴咯。我同王老师结咗婚差唔多已经系50年有多啦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咁既然佢选择咗要做箜篌，我只能够跟住佢去做啦。我系弹古筝噶，而家变咗咧，我就古筝都唔弹啦，变咗去弹箜篌啦。老豆咧？老豆？我个仔咧就叫黄奕星啊，今年咧就已经48岁啦。佢咧而家暂时咧都喺台湾，就系从事呢个吉他嘅制作。黄老师咧系一个好倔强嘅人，既然黄老师佢系有咁嘅心向呢方面发展啊，又咁我亦都义无反顾咁样去支持佢啦。过嚟，你过嚟啊，跟住老豆学下咪好咯。学下我啊。咪啦。想桃叶当时花
製造樹空喉是一件很複雜的事。首先你要配套，因為我們中國的時候唐空喉是失傳了的，正倉院的唐空喉殘件正好填補這個空白。日本正倉院的空喉殘件由於復原後高度近兩米，弦距過寬，難以在如今的舞台上演奏。黄一奇借鉴它的结构，再把各个部件弦距按比例缩小，经过一次次的计算和调试，最后设计出的竖空喉如敦煌壁画上的一般大小，符合现代人的弹奏方式。制作空喉从一块完整的木料开始，既要修成尺寸弯度协调的外观，又要挖出能产生完美共鸣的内墙。所有的步骤都要严格根据图稿来完成。与此同时，在复原制作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黄一奇挖空心思去解决。他制作的过程里面是遇到很多次的失败，断裂啊还有松脱啊，这样这些都是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去改进，成为现在的可以演奏的竖空喉。黄老师你好，这个是空喉，今天拿给你了，这是弹空喉，找那个大漆，大漆之前呢要底飞的，知道了啊。上漆之前要披灰和缠麻。江和平市重庆荣昌区人，亚麻即是当地的非遗产品。他特地为空喉织就了粗细两种麻，缠麻前先用白矾水浸泡一晚，第二天柔软的麻就可以很顺利地贴合空喉特有的形状，这也是他从多次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。能把弹空喉把它完完整整的做下来，那你必须对传统的古代的漆艺包括现代的漆艺有一定的认识。为了把空喉的色彩表现得更为丰富和准确，上漆的过程中要将六七种不同质地的颜料互相配合，从传统的大漆到现代的矿物质颜料，蒋和平熟练掌握调和的比例，方可避免上漆后脱壳起皮等现象。空喉要上10到15遍漆，一次漆一次磨，打磨到表面光滑如镜，才能在上面按照许碧兰提供的图案花纹进行彩绘。爸爸压一下，你见过龙吗？黄老师主要咧就系即系设计啦、制作啦、定音啊、调弦啊，咁同埋即系演奏啊，咁都系属于系我嗰部分。
古代竖箜篌的弦是羊肠弦和蚕丝弦，现代竖箜篌的弦是用尼龙线和羊肠线结合制作的。古时它有两种调音方式，一种用绦索，就是靠绳子拉扯松紧，更为先进的是用木枕，就是用木轴转动弦丝。所以但是呢，因为这个竖箜篌和竖琴呢是即是同宗同源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竖琴的排弦的方法。設計到佢每一隻箜篌都有佢自己嘅名稱，有佢自己唔同嘅花紋。因為我哋都係全手工嘅製作，每一架箜篌咧，我哋都賦予一個生命咁樣。好似我哋設計一架叫做火鳳飛舞嘅箜篌，即係一隻鳳飛向太陽，然後下邊咧就係月亮嚟嘅。月亮上邊咧有呢個桂花樹啦，有玉兔啦，亦都有北斗星啦，甚至王老師咧將呢個火鳳飛舞仲俾一首詩佢。鳳凰涅槃而生，玉兔在桂樹下送別，北斗指引方向。由黑夜飞往东方，迎来火红太阳，中华大地从此兴旺万年长。研发一样嘢嘅时候咧，初期系要使好多钱噶。我哋有一间叫东方琴行噶，然后咧就系将佢卖咗。只有你卖咗呢个房产嘅时候咧，你有一笔钱去继续做啲研究。我系72岁。咁誒13歲識佢嘅，即係接近60年。夫妻之間呢個愛情咧，實際上就話已經變成一個親情，變咗啊箜篌係佢個妻啊，因為始終係佢嘅愛好啊。我就係唔介意呢樣嘢咯。我浪費咗佢嘅時間，但係喺個心裏邊嘅時候咧，佢一直都係咁支持我。那個支持是比怨言是重要大。我曾經跟他說過，你都80歲了，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不做呢？但是他就一句又回回我了，我不做了什麼？我等死啊？如果我不做的時候誰做呢？所以對我的重要性就是我要做。因為我從小沒有母親。他們 更像我的父母。他每次都会硬塞钱给我，他说我也有家有孩子要养，他们两个不容易。一个民族的文化财富，一个人的目标理想，无论何时都是闪闪发亮的。为了复原那敦煌壁画上的声音，无论是80岁的老人还是正当盛年的后辈，都可以呕心沥血，不计代价。这其中既有平等，也有先后。平等的是为个人理想而奋斗，无关年龄；而先后则是前辈引领后辈，在传统的文化基础上创造新文化，生生不息。
们现在的乐队第三代力量，都是靠前一辈的这个演奏者把后一个的带进来，不断的实践，反复的推导再来复原，就是把真正古代的传统文化呈现给今天人，接受自己祖先，接受自己的文化，再接纳今天的文化，产生新的文化，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达到一种自信跟饱满的状态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搜索节目名称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